写这个字给被害人哦，因为过程当中哦，诈骗集团就是用电话在控制被害人跟他对话，要诈骗他的财物啦。哦，那过程中如果其他有奇怪的声音，然后发现被害人很奇怪，他们可能就会终止交易哦，那就不会派车手出来。那所以我就是想办法让阿伯哦，尽量顺着他的话啊，不要让他套话，尽量配合他啊，引诱被那个诈骗集团出来了哈。今天我们那个麻豆警方哦，接获邮局的职员来报案，就是有一个王姓老翁被诈骗，连续两天被诈骗了。那我们接获报案以后，我们马上赶到现场，知道他被骗的过程以后，我们就分配任务，指派那个。一位那个资深的那个侦查组陪伴他身边，然后设计一个套跟那个被害人套招套好，那引诱那个两个车手出面来要取款。那在取款的当下，我们发现以后，当场就跟他逮捕。